渣渣，渣渣，哦，想东想西，想成什么？不是，他这个是汁归汁，和到面里面，再把渣进去，让它有颜色。然后纯敏呢，就把那个胡萝卜的渣渣，再把那个哈密瓜的渣渣，汁都喝掉了，他把那个渣渣拿去炒。哎、欸，那好吃哎、欸，很香。切切，用个刀子划一划。起码用的是哈密瓜，是哈密瓜。他亏他想得出来，你哈密瓜可以跟那个炒哦。咦、欸？那现在就要被。现在还没有成，因为我们是算这个家庭用的哈。也、欸、真的想，如果说那个聪明的什么人，他把它发明成一种新的酥，啊、哦，就是我们吃肉松。嗯。哎、嗯欸，那个其实。红萝卜酥。红萝卜。一你加个做酥的时间剩低微尔，啊，你如果加那个哈密瓜的进去，那味道变成就有那个很棒的香味，是两种香味。你们两个都吃过吗？吃过啊，没有拉肚子吗？没有，可以照喝啊。嗯、很香哦，颜色也很好看。那我这样讲的意思都是说，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很厉害了，或者说没有，里面还有很多空间可以被创造，或者新的。东西可以再出来。陈冰姐，你说那个红萝卜的书我要买。听你这么讲到现在，好像还没。可不干燥就走向这条路，好像干燥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的事情，有没有遇到感觉？情况是，比如说这边已经很严重，哦、嗯，量来了，可是我们的反应通常要到7天左右会有反应。比如说，我们又不是中国时报一登就全国出来嘛，所以我们还是先一封信出去。那大家有没有反应？累积到一定的强度，那我们现在经验大概要启动一件事情，大概都还要7天。嗯，所以他比如说现在没有默契，他一下子嘣的就来，比如说，像上次是什么东西，他一下来的量很猛很急的时候，会来不及，也一样会有至少一个礼拜是没有能力处理，还是有。我当时在面对量来的话，那是说东西。我解释一下好了啦，你讲的太虚幻了啦。事实上，如果大哥，先不要过来，先把这个太极啊，没有，这里有龙尊大哥，他的情况是因为农夫，比如说现在下雨了，下雨了，草屯那边，不是草屯，上次是有一个，比如说草屯那边的葱，下过雨了嘛，就要烂了。然后呢？事实上，龙哥大哥他会跟人家要 email， 他就建立一套网络。那比如说我们台大医院。我们就有一个点，他们就会启动。我们就有一个点，那我们就是有一个吃菜大队、买菜大队。那事实上，龙尊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是来吐槽的。我们就是把龙尊大哥还有廖振洲老师，以前我们当兵的不是都是干这事吗？对啊，拿个东西。所以我们就说好了会馆，我们在那边其实叫鬼按神会馆嘛，就是说其实我们只是叫了一箱高丽菜，叫一箱高丽菜，讲好的比如说20颗高丽菜，因为里面是10来个人嘛。那龙尊大哥就会就是顺便问，哎，那你要不要大黄瓜？因为大黄瓜跟红萝卜也很便宜。好，那所以你叫一箱高丽菜，或顺便把大黄瓜、红萝卜都来了，来了，好，这样总共300块。你看，天哪，2大箱300块。那你看，因为龙尊大哥的儿子也来参加了，然后他也会有那个国际志工或什么，啊，好不容易把东西送到你门口了，这样子多2箱300。会退货吗？不会。可是后面的人就麻烦了，他就开始要有一个志工，他就出来，就要开始出来，然后就是要去拜托你带回去，带回去之后你又吃不完，你又要去按隔壁的店里，不好意思，这大黄瓜加什么那个送给你。所以他事实上他就是说很多鬼按神了，因为农夫需要帮忙。事实上我上次去高雄美容，我看到那个真的很可怜，那个白玉萝卜一大袋20条就罢空。我好想当场打给龙尊大哥，你要不要来收这几家？真的恐怖，一下去就说是这样的。对，所以说，可是龙尊大哥的做法是，我不去干涉你前面的事情，我就是专门帮你收尾，然后就是这个话要听懂哦。比如说我们现在 TVBS 我不去干涉，或者是电视常常会介绍说科技新贵。下去说他种了500公顷的地瓜，我一听到我都觉得哇，那个人真是厉害。可当他把农民的东西变成器作之后，消费者的价钱马上拉高。对，所以我们是看到一个科技的新秀去进入农业市场，可他还是，他老实讲还是在做经济操作。然后伊就话伊若把甲绑五百公顷，伊变成上大的供应商的时，
举个例子，很明显的就是柠檬。对，柠檬这边的好吃起来了，就这些店家就去高雄、屏东去做柠檬。柠檬的价钱整个通通高起来，是全年度都高。哎，他两边都赚，他两边都赚。我只能说这个年轻人聪明，我有现在的脑袋。那我们如果真的这样想，现在知道台湾的米有问题，我就去绑1000家。大家既然相信我，这边相信我的东西有品质，这边相信我会让你赚钱，那我去绑1000家，这种事情我们就来做，我们就变成了大混蛋。所以不是，哎、啊，他讲的完全没错。我们在这种猖狂的过程当中，为什么说，哎、欸，你明明买的价钱有比较便宜，可是为什么叫好人活运动好人活？因为我们常常把很多事情留给人家做，卖菜没有塑料袋然后给人家，没有办法帮人家分得好好的，很多问题都留给那个参与者，大家一起共同承担的这个事情。因此，这个他老实讲，真的叫好人运动。而且我后来才发现，原来农村大哥根本是设局故意的。他故意这个东西就说，哎，龙德大哥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帮忙，我不会煮，但是我会切菜，我来帮忙切菜好不好？他说好好，你来，哎 ，email 给我，然后之后他就会开始在你 Facebook 贴东西，然后变成说啊，高丽菜1箱300，有10颗，哎，我叫我们那个头事，然后呢，只要跟他一联络过了，他以后就主动会打电话给你，你还要什么？还要什么？就是会让你把这个善把这个善传播出去，对。然后所以哎，啊那个他们要留 email 要留在哪里？现在比较容易哈、哦，我刚才有把名片给大家，你就把你信写给我，或者是加在我 FB 也可以，最好是写信给我，让我可以跟你之间有两种管道。那我们现在能做的是这样子而已，我们没有能力。比如说花钱去买一套什么东西，我要来发送，我们一方面不想，一方面没有能力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讨论是很有意思的。对。然后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动员或散播的方法已经颠倒，是你是主人，反而不是我们是主人，反而概念是变成这样。那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天平上给别人检查。目前的情况是这样，还有困难，有困难。比如说，我后来决定买大的货车，一边让运量变大，油钱变低。以前是抛头颅洒热血，所以冷清机加满这个盖房衣，那节省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那油费不合算。类似像这样，那紧急的事情呢，还有些是要设备。比如说，你如果没有榨果菜汁机。你面对胡萝卜的方法只能叫人家切丝，可是你柳丁也一样啊。你如果有那个柳丁榨汁机6台，我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派出去像机器人一样，那我们就把6万块钱的柳丁大概就6万颗送到那个据点，那个据点方圆500公尺几乎都可以吃1个礼拜的柳丁纯汁，不要抢。结果农民得到很大的帮助，国民得到很大的帮助，可是中间有个落差。你哪里伸出36万来买中古的柳丁机6台？或者像现在你家庭式的那个榨汁机，你榨到4杯红萝卜汁以后，它就塞住了。它大概把你设计成家庭用的情况。哎，不对啊！如果我们自己有办法去买那个设备或者调整那个设备，啊、哦，它的量是很大，然后效率也会变高。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一直讲说，还有些东西是。我们还可以再进步，而那个进步是可以回到年轻人，包括创业啊，或者是设备啊那些东西，新的东西出来，它的出发点跟生意人的出发点有点不一样，那个比较远，以后再说。总之，那个黄俊宇用社会企业的方式来运作，有，那别人也对我们这样期望，那我们呢，就像你现在看到了，一眼放过去，办公室人员的桌子总共只有。4张，就人还没坐满的，对吧？我的那个专业能力跟条件，现在还远不如，很不如很多很多团体。那我们现在还是挺，你是特色，也算是特色。特色，所以我们偷偷叫他是伟爱指挥官啊，因为你打电话，他那个2322多少的那一支啊，
打电话来通常是常常是没人接啦，因为出去送货，对，所以有时候打手机，有时候干什么，就是你要他不是一个卖东西的地方，他是要故意留一些这种东西让你可以插手进来的地方。你说你先来的人哈，下次如果办公室没有人在，那你就是这里的主人。他如果进来就要找人，你就帮我应付他。万一说你跟龙敦大哥，因为通常是纯明姐接电话，自动补位。对，你万一跟他说，哎、欸，你这没人接电话，说对，他们都去送货，你知道现在什么东西盛产，连那个很瘦，连那个我们有一次是一个国际志工，好不容易那个你看我们台大医院那个可以送到那个点很难。最快的时间之内，比如最短时间之内可以。多少个没有啦，都是不爱省啦。你那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，然后再来你要买也没有了。能量也没有。比如说那个番茄，桌上这个番茄50块，你外面不可能买得到嘛。啊，我刚问的那是最后一盒，对，被那个。还有啦，下面还有。还有一盒是吧？那盒我的，你等一下。如果说帮助我能够让效率高起来的方法，其实像今天这样就很有意思。效率高的方法就是你也来投入，对，然后呢，那个有在大公司上班的社区，那个这个我们今天有一个那个贵客华山社区发展学会理事长，如果像我们讲的 Facebook 上面，老看一本，他事实上他是主动通知我们说，哦，你的朋友今天 post 什么东西了，对。因为他反而是主动通知，所以你在 Facebook 上大家变成你的这个东西以后，对不对？你一来以后，大家有没有把它通过的话，就开始就对我的传播效果多层次传销了。但是呢 ，Facebook 还是有那个，比如说你自己的粉丝团啊，那个还是有那个5000个的上限，没有时间，所以那个还是个人好友。还是个人好友5000个，粉丝团没有。哎，可是好人会馆不知道他的那个性质是粉丝团还是好像是粉丝团，按赞就可以。粉丝团有正妹吗？没有正妹，没有人做。哦，是吗？正妹，那我又可以帮忙了。没错，是不是？其实测系目前是这样。其实那个可能在这边，因为我们有一些新同学，我们可能可以再讲一下，就是那个媒体的经营。那个以龙敦大哥的例子，他是从他自己的 Facebook， 可是呢，有多少人可以像黄龙敦一样，这个讲出名字大家都认识的，所以说他有那个困扰，说他的好友只能5000个，有他会到处去转贴。等一下我跟他讲，就是他会到处去转贴，但是他的个人的那个里头是有5000人的限制嘛，所以他另外好人会馆他开了一个粉丝团，那个就没有，你只要按赞就可以。那另外因为他又有清修院啊什么那个到处那个他会到处贴 OK， 那他的东西你不止八爪对，然后他的东西贴到我这边来之后呢，我就会就是有时候我会帮他整理成我的公民报道。那以这一次318那个学运他那一天就是把资料贴到我这边来之后呢，那我就马上当天早上我就马上帮他就是整理成公民报道，因为毕竟那个是在新头壳，因为新头壳的特色它是就是有社会运动的这个部分，所以关心的人很多，那很多人是从外地过来的，那所以这一条新闻是非常值得参考的新闻，所以我就会帮他写成公民报道贴上去了。贴上去了之后呢，那个中风家总编他一看，哎，这个新闻值得他拉成，这个公民报道值得拉成新闻，他就当天就拉到他的那个，就是因为我们公民报道只有在我的部落格里，他就拉到他的心头壳的网站当成新闻了。当成新闻之后，隔天上雅虎，上雅虎以外呢，很多的记者是会盯着 YouTube 盯着这些新闻，然后电视台就来了两台了，对，就来了两台的，然后这里就忙到不得了，那一边的学生就开始进来了。对，我一直重复举的例子就是我跟你的认识，你不要以为对我没有意义，颠倒。我跟你的认识，你所采取的行动对我是很有意义的。就像他，如果不是他帮忙，很多事情只会在里面闷烧。而这个线变多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行动的能力，它就会变强。那个变强，他会认为说，啊，我只有帮你做这样，没有跟你想的不一样。你只有做这样，可是他后面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效果出来。卖柚子也这样证明，卖姜也这样证明，卖高丽菜也这样证明，你已经知道这个系统真有效。
所以我